就这样，你看到这里有字幕哈，打一个消头，然后再把它按回去。这是加速的微信，然后这里有个 T， 微七啊，你就按，你要把。进来就微七了，等于特写镜头的话就按。镜头中间镜头怎么转？然后你再往上再往后退的话，要么他们头像会进啊，找大远的拉远，找大远 OK。所以你再进去接，然后这个套就按一下。也希望各位同学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下半个钟头尽量发问师傅一些。那你要看平常关掉的地方，这样关。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你就这样，但是没有，不占用大家很多时间，按一下。好，他不会马上就亮，这样很清楚。对，你注意看他这个镜头，它自动会停，自动会停，自动。今天我们录一个，你看录了。奖金的会后面啊。那你不要等到这里有一个，这里奖金的说法必须是支持我个人呢 应这个华府博览会之约呀，向大家来报告一下啊，这个自己学习不良诵经的。一些提问向大家请教，所以是一个座谈会性，所以我们很自由啊。这个看到啊，如果所谈的这个都不妥当甚至有错误，请大家指教。那么今天因缘十分殊胜，第一个呢，今天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大势至菩萨圣诞啊。净土宗啊，因为大势至菩萨专门提倡念佛啊，所以公认呢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那是初祖的纪念日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大家聚会嘛，时节非常好啊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我们在这研究的是啊这个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是稀有难逢法宝，这是第二个主张。第三个呢，这是华府佛教会啊和我们新成立的莲花精舍一个大联合啊。那么这个大联合呢，代表啊这个净土宗啊密宗啊大家的这个圆融啊，将来彼此啊互相的合作如今呢、啊、这是一个法门的瑞相，这是第三个殊胜经典。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研究这部经是个殊胜因缘呢？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净土宗是最殊胜的法门，因为它是一行道，佛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传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哪一个不是最殊胜最好的呢？但是考虑到结合到我们现在的具体条件，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啊，众生是这个根器，那就有啊什么是最契机，什么是不很契机的。那么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别的都称为难行道，只有净土法门称为易行道啊，所以净土法门就很殊胜。而这一部而无量寿经呢，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是这个说此是净宗第一经啊。那么净土宗有说三经的，有说四经的，有说五经的，不管你说是多少经啊那第一部经啊都要推啊都要推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既然如此殊胜，那在这一本出现之前，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读的人很少啊，注解的也很少，所以寺院里头啊人家里头读的都是阿弥陀经啊读无量寿经的很少啊，注解的从古到今啊真正注无量寿经的只有两个人啊，对啊，和这个
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尘封大藏，让尘土把它封盖起来了，大藏里面一千多年了。那么这么第一部经为什么它有尘封大藏呢？就因为这一部经啊，我们的翻译的本子翻译的虽然最早翻译的最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在这一本出现以前啊，没有一个认为是妥善之本，所以没有善本啊，各个都有它的优越的地方，各个都有它不足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缺乏这个善本。这个翻译最早就是在汉朝就翻译的，我们这个佛经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就翻译了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竟然存在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它无量清净啊。啊，就是汉译本啊。啊，汉译本称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汉朝翻译。用松汉以后翻译了，鉴于记载的，翻译的最多，翻译了12次。那么在人间流传的这个古董，啊，后来有这个曹操的，或者曹魏翻译的，孙权给他翻译出《如意》。啊，终于，所以你看这个从汉到三国已经翻译三年，晋朝翻译很多都没有传，那么到了唐朝翻译，到宋朝翻译，流传的就是五种译本。这五种译本呢，它的差别非常大。那么大家看过啊，阿弥这个《阿弥陀经》有两种翻译，有玄奘翻译的，有鸠摩罗什翻译的，出入不很大。金刚经也有啊，金刚经也有好多种翻译，最著名的也是这两位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么就连各种译本都算进去的，出入也不很大，唯独无量寿经出入最大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啊，就可以知道它的出入的啊悬殊了。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48愿吧。其实48这个数字在几种译本之中它并不占多数啊，这个魏译比较流通的是魏译啊，魏译和唐译是48，汉译吴译是24元，还有阿弥陀寂经只有寂字，那很短，你说是24章啊，所以说24的就有3种，说48的只有2种，宋译呢是36，你看这个悬殊了吧，是吧？这个弥陀的愿呢是最根本的东西，而是几种译本，它举着一个例子啊，就说明它的这个出入是大。为什么出入大呢？因为佛不止一次说啊，因为这个法门太重要了。多次说呀，多次说一个对象不同啊，这个出入就不一样啊。啊，这个记录中也有，也就是啊，哎呀，范本都是那个零碎的叶子啊，大家看过，一篇一篇散装的啊，所以很容易丢失，写在那个贝叶上，有的时候也就很容易啊脱落，这出入很大，所以没有善本了，所以尘封了。那么到了宋朝啊，有王龙初居士，大家都知道龙初进土文啊，啊是个大德，是个进士，站着往生的。他的龙珠净土文呢、啊，刻板出舍利，他是第一个把4种，他是4会，啊，他里面啊，这个不是把5种都混进，他只看到4种。那么这个王本呢，就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他是有些经文呐、啊，他的汇集本里，他的经文呐、啊，是根据经的意思，是用他自个儿的文字写的。那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了，就开了一个例呀，啊，我们的话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经啊，这个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他的这个功劳很大呀，很多都流传很广啊，大家喜欢念他的，因为文字比较通顺呢、啊，比他其余4种啊，都基于比这个5种原本呢、啊，他的大家很容易了解意思，词句也顺利，但是这个毛病啊。这就是一个缺陷。那么缺陷呢，那么清朝初年，王林居士给他把魏本删辑了一本，
所以五种原因啊，这个我王龙出的会议是第六种，所以从地心居士新出的，但把位本删节了，我看很多重复的删节了，这是第七种。那么清朝呢，这个和这个咸丰年间有个魏冠，魏默生是个大文学家，他就要啊解决这个王龙出啊这个缺陷呢、啊。他有汇集的意思，就是用五种汇集的。那么他是有胜过啊王龙书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完全避免王龙书的毛病，就是还有个别的字句是他自己变出来的。因此呢，所以先师下广居士呢，他就闭关啊，求佛的加倍啊，你的这个成年念佛持咒啊，花了几年的功夫啊，写出了就这部经。我说大乘不了多方面经历可以学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出来了，大家公认是善本啊，就是这个经啊，是在中日战争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才正式定稿，和这一本就出现于世，是最近的事情。那么大家都庆贺得到了善本，而这个善本呢，在台湾和美国啊都得到流通啊发展，这正是说明啊法运昌隆，也说明我们台湾和在美国的佛教徒啊水平很高啊能够这把这个眼光啊很透啊这个所以就说还有这样一个因缘啊，这就是说那么这个经它究竟何以故称为第一经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经啊，它最完备了。啊，你看《阿弥陀经》读了，《观经》读了，这阿弥陀佛到底怎么成佛的？什么因缘呢？等阿弥陀佛升至到四十八愿呢，发了什么愿呢？这两个经找不着啊。发愿之后，这个愿是如何成就的？所以这个在这些个最基本的内容上，就我们要往生净土啊，这个净土是我们到了之后，这个彼土的导师啊，我们对于导师如何成佛的，说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学习导师，导师如何行啊？那我们应当学习啊，而这两个经啊，都缺少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里头，那就比其余的经论呢、啊、都详细了啊。这个他就说过去有个时间不在王如来啊，那是有个国王叫做释饶王啊，他就听到这个如来的话，就发心出家，舍弃王位。出家之后，他的法名叫法藏，所以法藏比丘嘛，就是阿弥陀佛的啊过去生中的。前身啊，法藏比丘高才永德与世超一啊，啊，一直平常啊，法不上之心啊，啊，那么他这个以这个啊，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个心愿呢、啊，向如来说我愿意要舍弃一个佛国，要比现在所有的佛国都殊胜，可以不可以啊？啊，所以发了一个殊胜之心啊。也就是他这个心，我们不要把它体会成啊，我要超过过去的佛，而是说他愿意让众生啊成就啊和解脱更方便更容易嘛，啊是一个无量的悲心呢、啊，所以他发出这么一个大愿。那么世间自在王为了他的请求啊，简单的说，就把210亿佛土都示现给他看啊。所以这个210亿啊，国土的这个粗啊、妙啊、善啊、恶啊种种啊，所以这个阿弥陀啊，在世间如自在王如来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看到这些国土，他就总结啊，把这一切啊，是适合于众生的利益、众生的殊胜之处啊，他把它总结成48愿，或者称为24愿啊。这是数目字的问题了，实际内容是一致的了啊，这个是花了时间花了时间。那么这个在这个经本里头啊，那只占几页数啊，从这里
啊，发达试验第六啊，这个是二十页，到二十八页就完了，是吧？总共这个几页书，花了五节的时间，是吧？啊，我们人要写一个志愿书啊，写一个总结啊，这几天呢，你有五天功夫够，这阿弥陀佛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呢？是不是啊？啊，逐渐的，就是这个大愿是阿弥陀佛的悲心智慧，长期的啊啊，这个专精的去推敲啊，才总结出这样的愿啊。那么这个愿呢、啊，他这个愿门成就以后，又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儿汇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赞叹啊，那么他就之后他就多节的修行啊，多节的积功累德啊，成就这么大愿。所以要这样制定的四百的志愿。啊，在世间上，我也帮助之下看了210亿佛国，然后总结，然后出自己的这个基础自本的啊，我得到证明之后，多劫的修行，使自本这些愿都落实了，都成为实际。我们发个愿不难的，但是这个愿成为事实，这不容易啊！阿弥陀佛嘛，就做到了。得到了，所以就成就西方的啊，这个诸圣的极乐世界，金刚光明。所以这个经把这个说非常强。而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也远远超过阿弥陀经的内容啊，这是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例如我说一件事，他们在这个极乐世界七宝池发功的水啊。啊，这个凡尘不具足啊，那很多人呐、啊，他还是凡夫嘛，可以在池中游泳啊。我在敦煌的壁画就看见了，啊，这极乐世界游泳池的情况啊，那很庄严啊。啊，这游泳的人呐、啊，各个头上都有圆光啊，游泳池边坐的人也都各个都有圆光了 啊。他这个经常说啊，说这些游泳的人在水中沐浴的人呐、啊。但各自想法不一样啊，在一个池子里面啊，有人希望水浅一点，刚刚到这个足根就到这儿，有人希望到膝盖就到膝盖，有人希望到腰到上面一直后，有人希望淋浴就是淋浴，有人希望这个水流得急一点，那水就急一点，这个人希望水的容缓一点，水一大就缓一点，啊，种种随你的意，哎，就是一个池子的水。能满足所有一切沐浴的人的心愿，那这就是极其不可思议。它不但这个不可思议，而是这个水波扬无量妙法音声啊，这个水波啊，就能够发出无量的妙法音声。这通道从次第法到极殊胜的法，到干净甘露灌顶咒位，你各个闻可以不同啊，啊。你闻了之后，而且你可以了解啊！你不愿闻，你也不听，不像现在啊！你说这个物料有一个什么这个，你不想听嘛，它对你就成为噪音了，是吧？他在这想听的听到，想听什么听什么，听了就了解。你不愿意听，你也是那个人，理解吗？啊，这就是说的这个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所感，这一切都是阿弥陀心之所现的，所以就说明这一切都是华严的境界，一切无碍呀、啊，一切无碍呀、啊。有形无情啊，你说这个水是有形是无情啊，是吧？啊，它是一个无情之物，它怎么能知道大家的心念？它怎么会说法呢？啊，就有的一个人不懂得无情说法，怎么无情说法呀、啊？啊，他为什么就水鸟树林都说妙法嘛，就无情说法嘛，都显明什么极殊胜的境界？是的。那么既然如此殊胜了，那么大家叫我怎么才能去啊？啊，那么这个阿弥陀经说一种情况嘛，就是念佛念七一日或七日七夜啊，而这个观经呢和无量寿经详细啊，所以有三倍九品啊，各倍情况不一样啊，啊，就是三倍往生、若生或往生啊，啊，而且就说啊，这个。那么给我们指明道路啊，这更重要的呢，就是你说的礼佛献光品，
啊，给我们众生啊，给我们后世众生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有人说你们西游念佛念佛念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你谁看见极乐世界了？有谁看见阿弥陀佛了？啊，那这个事情是，那么在当时，在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在这个无量寿如来会上是大家都见了，是不是？我们不能说用我亲见才算呢。我没到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华盛顿什么样子。那我不能说我没有见过华盛顿，华盛顿就没有啊。我见到这种认识提法是不科学的。别人都见了嘛，事实是如此，那就有嘛。人都自个儿见的，就不一定了。都知道这个极乐世界也如此。当年在印度的时候，这个法会上是20000人的，就是我们地球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人呢，20000。大比丘12000人。所以这就是这个法的重要性，法的出生。金刚经1200人，不是吧？这个是12000人，那临头都说都比别的经典多了啊，那就是重要啊啊啊！这个居士700人呐、啊，7000人呐、啊，这就是19000啊啊！比丘尼啊和女居士啊各500呀、啊，一共是20000人呢、啊。还有种种这个他方世界来的，还有种种的这个天人，种种还有种种大菩萨，那么这不计数量是没法子说用这个计算机说不出了。就说我们这个真正的我们地球上的人呢，就20000人了，这20000人亲见。那后来这个说出法之后，阿难就站起来啊，他说是我想要见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他也替我们众生提问吧，说你向西方顶礼吗？他顶礼之后，头还没起来，极乐世界就显现了，而且跟我们的距离就像这一台跟我一样，如处一寻，就是8尺。完、啊、了，彼此他看见我，我看见他，我们看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看见我们。完、啊、了，阿弥陀佛说法，大家都听见，一切世界都遍是光明啊！啊，所以这个它是啊一种啊，所以这个镜是三度放光。我开门未说之前，我就放光啊啊！这个在之中，弥陀见光和阿弥陀极乐世界放光，圆满的放光。所以就是证明了这个放光的表示是这个光，这个法呀啊。诸圣很圆满的，而且是这个不但这部经了，那个观经给大家亲见了，那个王后和宫中500宫女啊，那都也见极乐世界了。有净土宗3经，不过他没有见人这么多，人数很少啊，所以就大会大众共见。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就是他这个说了两面。一方面说是极乐世界的殊胜，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恶苦啊，浊世恶苦啊，所以这个把这个两苦就很好一个对比啊。啊，极乐世界是那样清净庄严，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啊，种种求生缘感，种种的众生造，种种的恶受，种种的报，同时也对于这个众生作恶造苦，我也可以很大的警戒啊。所以既然给你指出啊，良苦叫你知道心念啊，就说净土法门就是一个要这个心目极乐啊，这个念离娑婆呀啊，这是一方面，所以这个把良苦啊这个都指出来了，同时也说出来他这个世界啊应该如何做人啊，所以真谛俗谛也都圆融啊，所以这经是圆满的啊，尤其现在啊，有的修行人就是我有阿弥陀佛保佑，我就其他都随便了，我可以任意了，是不是？那么这个不行啊，这个大师啊，这个你要做好的人呢、啊，你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啊。所以这个福地啊，所以六祖也说，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啊。所以我们直趋大圣，但是也还是人天圣啊。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对吧，一切努力啊，要去做的啊，为人表率。那最后就说这个法，凡是在这个法中啊，啊，就无量寿经，对于往生法门，能够信你啊，能够愿，能够修持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第一弟子啊，这部经是第一经，咱们念这个经，咱们照这个经去做啊，我们求往生，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等的徒弟。就等于给我们受记了。那今天诸位都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超乎于事儿，而且这是一遍，你这个听了之后是如此，你不听了，
那因为不听闻不有一亿菩萨就推着八路走到三藐三菩提，再因为菩萨而推着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我们就啊。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净空法师啊，什么创造啊，这个经啊，我们表示赞叹啊，拥护啊，这完全是符合啊咱们师尊的本心的、阿弥陀的本心的啊。大家这个拥护啊，这个学修习啊，也都是多生多劫和弥陀接的缘，这是经上的话啊，这是经上的话，所以就是福慧是闻。若非往昔修福慧，若欲暂闻就不能了。那不是往昔多生多劫修福修慧啊，你现在想听一会儿都达不到啊啊！更有一点，就是将来经是会灭的，一切经都要灭尽啊。首先是灭的是楞严，你现在就很多人都说楞严是假的啊。大陆有个大学者叫李真，他就是做是楞严百位。啊，就是一百条啊！来说楞严是百位，我说你不要说了，你师尊早就给你收集了。就像这个就是先灭，就必定有些人先要反对，是吧？不然怎么会灭呢？是吧？那么最后灭的呢？一些都要灭尽。佛以慈悲安隐啊，独留此经之处法身。最后什么经都要灭完了，但是。佛特别爱你众生啊，爱众生那个特别格外纯真的，然后这个经还在世间停留一百岁，所以这个经是重要的普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相信的很清楚。那么这个经在那种时候，到了末法的时候，那时候众生是什么根基啊？人之活十多岁，这小孩他就受终了。他的这个智慧能发展到一个现在的小孩子，他已经就要死了啊！而且这个人非常之狠狠呐，好斗啊！现在我们也看出一点，有的人这个无冤无仇啊，就是拿刀子砸或者拿开枪。美国有这个情形，大陆也有这个情形。你看他一眼，他给你刀啊！这个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事情了，是吧？这我们慢慢向那个法面的时间趋近了，所以那以后的一些现象、一些苗头就出现了。到了那个时候，人人都如此，那就不是个别的人了。谁跟谁相见就是杀，因为我不先杀你，你要先杀我。所以先下手为强，谁先下手了，谁就保全性命。就是因为自己这么互相残杀的人类就完了，所以是大劫，是刀兵劫。刀兵劫嘛之后啊，就极少数藏到深山野洞里头，人谁也找不着。这个活下来，活下来，哎呀，这样不行啊，这样杀下去就全完了，这才回心。回心这一劫才能过去了嘛，那么人寿再慢慢增加啊，人心慢慢一点点好起来啊，这叫做灭尽，到了这个劫啊劫末。否则这种时候，这种众生，这个法门呢还可以救度。那么今天我们的水平比那时候人好得多啊，我们今天如果就现在就怕你怀疑啊。啊，所以就是说，啊，你根基再好啊，你能够理解，就怕你这个怀疑啊。所以说，唯有无疑是器材，都是法器，只是你这又早信不及，有这回事，能有这么殊胜啊？这个法是相信了，这个世界是有的，又怎我这个根基行不行啊？总是多疑，总是不敢相信。这个就难了啊，这个就是不能够啊完全按经所说的得到的这个成果了啊。那么说反之呢，都是皆得度脱啊，到最后还有如如一百岁。所以因此呢，这个经啊，这个全经主要内容为什么成为一部经呢？最简略啊，大家知道。那么本来这也是说要说这个大意啊，这个经这么长啊，啊，就我们如果广泛的说大意呢，不如我们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就啊，所以就是这个抓住这个啊精髓啊，所以我们研究经啊，大家也要研究它所谓这个天台教的无穷玄义啊。它是以什么为体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它以什么为宗啊，以什么为用啊，啊，这个我们今天就说它以什么为宗，因为这个宗呢，它是这个承前启后，
那么这个阿弥陀经呢，这个是这个某一大师啊，他说是以信愿持名为宗啊，啊，你这个信和愿呢和持名啊，这就是宗啊。那么这部经以什么为宗呢？宗是什么呢？宗的意思，主要的意思是三方面，一个是纲领。这部经什么纲领？所以我们要了解它，了解它的纲领。纲领了解之后，我个别的内容我们有所啊忽略了或者忘了，没什么关系。纲就是一个网子的纲，你那是打鱼啊，你是拉网拉这个绳子，说纲取木章，一个木一个木的做文章，你不知道先怎么解决。纲一拉，所有的木都拉了。这个如这个纲，领着这衣服，啊，领衣服领子，你拿领子到领衣服就顺了。所以纲举木章，领提衣顺，衣服顺。所以你是有得到纲领，一纲见底。要知道宗就是什么呢？就这一部经啊，啊，就如网啊，如衣服啊，我们抓住它的纲领了，它就顺了。你了解起来啊，就顺了。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会体的技术。经是什么为本体啊？啊，以实相为本体啊。你怎么才能体会这个实相啊？啊，它有一个机关啊，这个机关就打个比方啊，现在我们这些个机器啊，啊，都要有旋钮啊，是吧？你旋钮一动啊，这个机器就开动了。啊，那么这个一个部经的宗啊，就好像我们机器的那个旋钮啊开关一样。啊，你就以这个一启动啊，啊，它这个机器就啊就能行动了啊，那就打比方，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经的本体。所以这个宗是气体，就是气体的机关。第三个就更有实用意义了，是修行的啊要境。啊，我们不是不研究啊，我们不是想当佛学家呀、啊，是不是？啊，这个写一篇论文呐、啊，得个佛学博士学位啊，啊，我们是要啊，不是搞佛学，我们是要学佛啊，我们要成佛啊，要成佛问题要修行啊，啊，所以宗是什么呢？就是修行的要境啊，重要的途径。所以因此呢，我们的首先呢，今天呢，把下面的时间集中在啊这个宗上。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包括两个内容。发菩提心是什么？一向专念是一个内容，一个是发心，一个是念佛。啊，简单就是这样，以这个为宗旨，这就是纲领。啊，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这个实相的本体，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的纲要啊，这个路径啊，一方面发心，一方面念佛。那么底下我们就啊来分的来解释发菩提心啊是什么内容啊，这个专念是什么内容。那么我首先先简单解释一下，这发菩提心到底包括什么？是不是啊？就浅说起来是个什么呢？就是大慈悲啊，大愿力、大智慧相融合的心。这个我们以慈悲为本呐、啊，是吧？我们必须要有度众生的大愿呐、啊。这样的心呢，发起的人还多，但是说融合大智慧相结合。这才是圆满的菩提心啊，才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就大智大悲大愿的心。这个是这样一个心啊，那这个心，我们可以啊引证一位古德的话来说啊，他来讲这个发菩提心啊，这是团团大师。团团大师是净土宗的二祖啊，现在有的净土宗呢把团团大师忘了，
啊，其实是不能忘啊，这个大师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两个说法，一个在净土宗祖师里没有传男大师的，一个还是啊，现在我们俩现在还是要啊，这个二祖啊，那是因为初祖是慧远，二祖是传传，三祖是道作，四祖才是善道。近人呢，在四归集什么的，连宗祖师啊，都把这个传传跟道作啊，不承认是祖师了，因为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一个世纪不存在，对，啊，所以就觉得就不大理解了，实际是大德，他著了《往生论》的论著，我们净土三经一论呢、啊，给天津菩萨做了《往生论》呢，就是传传大师做的著作。在他论著里说，他说是为什么咱们这个发菩提心一项专念重要啊？就是我们不说了有三辈往生品，三辈往生的修行当然不一样啊。那上辈的就是啊，下辈的，那显然呢、啊，那就是水平要高得多啊，所修的内容也深入得多啊。但是不管上辈、中辈、下辈啊，每一辈都有一个必备的条件的，就是哪个你都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所以这个传传大师说，是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中啊，随行有优劣，虽然所修行的有优有劣，优就是上啊上辈，劣是下辈，莫不皆发无上菩提之心的，没有一辈不发无上菩提之心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往生啊，那你就要发心呢、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要进呢、啊，你不走这条道路啊，你就不能达到目的啊，是吧？那么此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他也解得通了，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净土啊，生有佛国土心。现在度众生总以为啊，施点药啊，施点粥啊，这样的度众生，而不知道你要把众生摄入到有佛的国土去，才是真正的度众生。你今天给他吃一顿饱饭，明天还要挨饿，是吧？你只有让他升到有佛的国土，才真正的解决解决问题了，是吧？所以有佛土。是故众生，是故愿啊，愿生彼佛，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这就是传传大师向这个大家提出开示了。所以呀、啊，凡是愿意要升到啊极乐世界安乐国土的，应该怎么样？要发无上菩提心也呀、啊，每个人都要发菩提心啊。啊，有的人只满足呀、啊，我就是念一念佛啊，我吃斋呀、啊，那就好了，我一定啊。这个条件可不够啊，要发无上菩提心也。接着更深入一步，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佛国土爱乐无间，若果人不发了无上菩提心，他是听了极乐说是世界啊，黄金为地啊，种种七宝庄严呐、啊，啊，怎么怎么好啊，他非常喜欢呐、啊，啊，只发这样的心啊，所以就喜欢就愿意往生，你当不得往生也，这样得不到往生。啊，所以这话就很深刻啊，所以这个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广度众生生有佛国土心，只为了自己解脱生死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安乐，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志愿，你达不到往生的目的。这不是我说的，传传大师说的，是吧？啊，这话很重要。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先把这个最需要的东西说出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三个内容啊，这个你现在底下这个唐朝一位大德，他讲了发菩提，非常重视发菩提心。这是一个现在就是韩国人啊，过去所谓这个高丽朝的这个高丽学佛法学得很不错，他们禅宗净土宗啊都有不少的这个境界很高的人。他说发菩提心有两种，这就跟我们这个密宗讲的非常一致啊一致啊。这个他说一个是随事发心，就这个讲一讲就具体了，就是事发心，我们都有事有理嘛，念佛有事念理念嘛，所以发心也有事发心理发心。
随事发现，随事发现，大家就是这样，烦恼无边，愿须断之啊，烦恼无边，须愿断啊，是吧？善法无量，须愿修之啊，是吧？这个就是无量是学啊，这这个是众生无边，愿须具之；众生无量，愿须愿度啊，这就大家常常念的啊，这些偈子了。说这个心的果报怎么样呢？虽然在菩提啊，这个果报它就一定要成佛呀，但它的花报呢，又成净土了。为什么这个心它的花报能成净土呢？所化成菩提呢？因为这个菩提心量是广大无边的，长远没有边际的，这个心之发起功德是无有限量的，没有穷尽的啊，所以就能够感得广大无边的一报的净土啊。啊，长远无量的正报寿命，是往生极乐世界嘛，都无量寿，寿命皆具无量啊！不但佛的寿命无量，凡有生的寿命都无量啊！除菩提心外，就不能当；除了菩提心，就没有别的功德能够跟这个相当的。二者嘛，顺理发心，啊，就理发心，到心解一切法呀，皆如幻梦啊。这个所有一切法呀，一切法不单是世间法呀，也包括出世间法呀，一切法皆如幻如梦如幻呐 啊，非有非无啊，所以不若有无两边，不是有也不是无啊，你众生就常常是啊落这两边啊。啊，有的是执着是有啊，有的是执着是无。有无两边，就是断长两边啊，一个就是这些东西是实在是有的，是常住的，是常见啊。你要说是这个有的，不是这个一切都要归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断见，所以都是偏见的 啊。说人的寿命是这样的啊，一个就是这道教吧啊，人死之后升了天之后永远不死了，常见啊。这个一般的世间人呢，说人死如灯灭啊，就没有了，断见，都是错误。他都不错，所以他不皆如幻梦，非有一开始有无啊，则即是空，则就是有啊，啊，或是空是无啊，则就是空，有跟无就一致了，一味了。而这句话现在《心经》这两句话，目前这些大科学家他们在说，啊，则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光是佛教不说了，那世界上第一流的大科学家。公认了，这句话是公认了，不是一个不是个别一两个人说的，因为他们从科学试验证实了啊，这个空啊和这个有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爱因斯坦已经都知道了啊，他说这个物质啊是人们的错觉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你看说三界时空这个东西反正都在这证明空啊。你不知道，你见的有这些物质是你自己的错觉所形成的。我们大家共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错觉所形成的。啊，就这样。那么就离言觉离啊，就离开言说，真正的这个事物的本体，不是言说所能表达的啊，也不是你的思虑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说惯了。这不可思议是一个很深的话呀，啊，觉力与思想不能及，这叫不可思；言语说不到，这叫不可立，啊，不可思议，它那是很殊胜的境界啊，不是你言语思想所能理解、所能表达啊的那种啊。依这个信解发广大心，从这个地方发广大心啊。这样发现是怎么样的？虽不见有烦恼善法啊，至于烦恼善法也空嘛，一切都如梦幻。虽然知道这一切梦幻啊，还是修善法呀，这跟《金刚经》一致啊。《金刚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嘛，大家知道这一句多少空间？大家只修一切善法，落在有边。就是两句双照齐修，无我无一切相而修一切善法，那就圆融双照了，就中谛了，就中道的从容中道了，是吧？你从容中道的话，这样的发心，那就是这个随理发心呐、啊，这个菩萨境界了啊。虽然愿意度众生啊，
也不也是这个，也不存能度所度啊，啊，所以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啊，所以这就能随顺于空，随顺于无相啊，啊，那就好，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是发心不得无边啊，这样的发心不得无边了，设是诸佛穷劫演说，以诸功德犹不能尽。就是诸佛不是一个佛，诸佛啊，拿多少劫的时间来说理，这有多发这样的心来修持，有多少功德，他说不完，这积赞啊，所以顺理发心的功德。前面是说啊，这个他可以得到往生的果，将来可以成佛，而这个能随理发心，那诸佛拿穷劫的时间来演说你的功德。说不尽啊啊啊！这是这个不，这都不是在文字上故意啊夸张，事实是如此啊，这个大德说话说真语者实语者啊，不异语者不妄语者。就是因为这个顺理发菩提心不大好懂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就功德这么大了，所以我们稍微再多说两句，再多引证啊，再多引证。那刚才已经两位了啊，一阵传暖子大师，一位是海中的啊，海中的大师啊，他的名字呢叫袁晓啊，他的袁晓，这在引证传暖的下一代啊，就是第三道作大师。啊，道作大师在他的安乐集里头啊，说发心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啊，就是要先要十大有余啊，十大自信清净啊。啊，他的话很简单啊，就是说需要啊做一些简单。所以发菩提心，刚才都说了许多这个有无不二的道理，修而不修，不修而修的道理，度而不度啊，无度而度的道理。这个呢，就更指着啊，更指出这个本体啊，就我们说这个宗啊，就是会体的基础啊，啊，指出这个本体。所以他说发菩提心呢，一定说发菩提心呢，要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你要实达有无，你一定要了达，你需要认识。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啊？要正确认识这个有和无，要认识啊，这个了达从本以来自信与清净，从本以来就是说最原始最根本，你的自信就是清净的啊，从来没有染污过啊，自信清净。啊，自信啊，这我们的佛性啊，具足一切啊，跟这个诸佛是平等啊啊啊，他这个所以就是什么啊，没有从来是啊没有染污啊，所以他是清净的啊，自信清净嘛，这句话这好懂。他这十大有无是什么？无什么呢？所谓无者，我们就是心经的那一套啊。是故空中无色，这佛有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下去，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直到无智亦无德，这一串无，你要先实证这个无啊，这一切皆无啊，啊，这个大家可以信得接，观世音菩萨说的嘛，是吧？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嘛，照见五蕴皆空嘛，就把他的这个啊，这个所照的告诉我们无啊，一切无啊啊，我们要是要实证这个无啊啊。无除了受想行识，无色刚才爱因斯坦他也不认识，啊，这个色是人的错觉，这人是没有啊，是错觉啊，而且其余都一样，其余都是因为这个色生出来的，啊，你有的人有受嘛，有感受嘛，你说他思想他有活动，行吗？啊，受想行这些受思维嘛，
有思维之后，这个思维相继就是邪，有分别就是实了。这不是由于你这个祖师俱先嘛？由于你这个有色，色都本之妄，这一切就也通了啊。这个，哎呀，无明啊，我这叫无明，也无明尽啊。这说得很深的啊，这境界很深的。这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啊，就是因为是无明嘛，一念妄动嘛。一念妄动嘛，我们就不合于真如法义啊，就产生无明嘛，无明就成了实了啊，我们这个智慧就变成实了啊，实了这个第八识啊，第八识成第七识，第六识分成前六识，那么就完全成了众生了。那么这个底下这个这叫做清净后无明。无明跟涅槃经是一致的，我在涅槃的时候入种种世界，入种种禅定啊，入种种禅定起，佛当时就告大众啊，接着释迦牟尼佛的话，佛入了种种禅定，入种种境界以后啊，告大众，我以佛眼呐、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用佛眼呐、遍观三界一切诸法，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一切诸法我都。仔细啊，做了观照啊，观察呀、无明本寂，性本解脱。无明之本来是解脱的，就是心净法无明啊。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我在十方去找这个无明，我一点我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比这个《心经》说的就更具体了，更恳切了啊。推本无我，这无明是根本嘛？这本既然没有，它所出的根业皆须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和无明无乃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涅槃佛的最后的话，跟《心经》的话是互为表里的啊。这个也得解脱嘛啊！以是因缘，我竟安住常寂灭光啊！啊，你大涅槃了，是吧？我就照见了，本来无无明啊，没有无明啊，不可得呀、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应该知的无啊，这一切皆无啊，都无了，是什么都没有了，那还要知有啊？那什么有啊？这都无了，还有什么有啊？啊，宗门说必须知有使得，那这有很重要啊，有是有的，就是有佛性啊，你有佛性啊。啊，这个富大士梁武帝时候人呢、跟这个居士和尚都同时是个在家人呢、那是菩萨。当时梁武帝请富大士讲金刚经，富大士上座拿着这个戒尺一挥下座了，这是智公说啊，大事说脱精进精讲完了，那洒脱不像我这个光明带水啊，但是傅大士他有个金光明啊，他也打出得很好，不是他打譬喻，这佛性像什么？像水中的咸味，这水这个吃了嘴，咱们说啥？味道是咸，这咸味有没有？有啊，这肠胃是咸的。但是你要在水里找什么叫咸呢？你找把这咸找出来，这咸不可得呀！啊，就打这个比喻，就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啊，就说这个佛性之妙，领导人，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不见其形才是真有啊！啊，这个里头可以打一个啊，咱们的现代人我们可以打一个，还能帮助我们想得通的地方。我们讲性，对吧？我们稍微学会点物理，你知道，磁嘛具有磁性，一个磁石嘛，它就具有磁性，它有一个磁性。它这个磁呢，非常重要吧，是吧？你有块磁产生一个磁场，它有一个空间的磁空间啊，具有磁力这个空间。那么你一个带电动机进来，它就会转，这就是一些电动机的原理。我们一开电呢，它就会动。这东西原来就是因为有磁场，有一个带电的东西在这转，你在磁场中一个转的东西在这转，就叫生电，这是发电机的原理。你说这个磁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但是你说是你在这个你要把这个磁找出来就不可得了啊！一个通线通了电，出现磁场，
你说在这个铜钱中，你说你把这个瓷找出来，就不可得了，是吧？而这个瓷的作用不光是人呐、啊，那这个在大陆啊，这个军用训练这个通信的鸽子可以在南京把它装上飞机，装上飞机到了北京，把这鸽子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啊，它自己会飞到，会飞回南京。我就说鸽子比我聪明太多了啊！我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看一个人，要是我要是跟着一个朋友一块去，第二次我就找不到。所以我第一次是我自己去，我很用心，第二次才能勉强找到。他这比我高明多，他第一次他不知道是我是在飞机上，是吧？我就比他笨多了。啊，但在飞机上第二次他就是他就自己就不用飞机飞回去了，他就是利用这个磁，啊，磁对他的身体有感觉，啊，他这个感觉是沿着这个感觉能够分辨，他能分辨到几千里路，啊，这磁决定是有，但是找磁是不可得，所以要施法有名这个性啊。从这个磁性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嘛，就说这个性啊，就是这个《涅槃经》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我们要知有人就知道这个，要知道人人都知，这是一件最根本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就是在拉萨这一天看见星星，这个是恍然大悟，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而且就是众生皆有佛的本性啊。就这个叫知有啊，这是一个根本。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在修万行度众生的大慈悲，那么这就是菩提心了，是吧？我们知道根本，知道人人皆有佛性，知道人人皆有佛性，我们就自然发起大慈悲心了啊。他本来是佛，现在是冤枉啊，如六趣啊这样啊，就是这个糊涂啊。而我们再去救助他，也就是只要让他去掉这些执着就是了。就好像一个人在那做梦啊，在那儿很苦啊，在那叫啊，那么他梦中被狮子在吃他呀。我们去救他，我们不需要跟狮子去搏斗，我们只要把他叫醒他就是了，是吧？他这个在那受苦很冤枉啊，所以我们就人为什么能不受这么近呢？但是我们也容易度啊，所以要你知道佛性为本呐、啊，这一定咱要就大大慈悲啊。啊，这个去修种种万行的功德，就这样的搁在一块儿，这是菩提。那么这个第二个啊，时间紧呐啊，就说。底下我们再说一下发菩提心的重要啊，这个呢，我们可以举一些密宗的话，因为密宗最重视发菩提心，所以后来这个密宗啊，人就走入错路了啊，就走入神通啊，什么幻意啊这些事情，其实这都是错路。密宗最根本的是发大菩提心啊，这个在密宗的教典有一部叫《菩提心义》啊，他就说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啊，啊，成佛的根本啊，大事因缘莫过于此，这个重要性说的很简单扼要啊，是成佛的根本。我们的大事因缘是一切佛出现于世，作为一个大事因缘啊，这大事因缘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再有菩提心的时候，说此菩提心呢、啊，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你发这个心，这个心就包括一切诸佛的功德之法啊。若修正出现，你如果能修正，能出现这个菩提心，生出这个菩提心，则为一切道师。你就可以作为一切有情的导师啊！若归本，如果你能够照见本来和本觉相合，归到本源，则是密言土啊！那你就是密言土，那就是法身佛的佛土啊！不起一座能成一切佛事，所以这个
你不要起疑惑，你说这是救的，你这个心发了，一切佛的功德，佛一切佛事都已经圆满成就了。又但不听说说是啊，若人求佛会通达菩提心，如果一个人要求佛的智慧能够通达了菩提心，父母所生身，父母所生的身体苏正大德王啊，不但是极致成佛，而是很快成佛啊。很快成佛是靠什么呢？就靠你啊，通达菩提心啊。这个不但是密布啊，这个华严经是显密供的啊，显教都尊华严，密教也尊华严啊。还说到另一面，对应对应，因为你忘了菩提心怎么样啊？啊啊！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我至明魔也。”很深刻啊！所以有人，而也和他某好多有人修善，怎么没有得到什么善果？那用华严经这句话来要求这个话，那你就什么提问题的人就应该还再要想一想啊！他发菩提心没有啊？啊！如果你忘了发菩提，你修种种善法都叫做魔业，你做魔的事业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啊，莫过于此了。所以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是我在这个注解这部经啊，注解这部经所引证的，就是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所以你们这里一些经论啊，免得大家犯错。这个代版没完成，这是出版，代版还没有印好。将来印好了之后啊，我很快就寄回来，将来寄给咱们这个会里面啊，这个再寄给净空法师，请他指教啊。下面是一项专念啊，一项专念。那我们应该开始就晚一点啊，所以我也稍微推延一点啊。现在就是说，我说，把一项专点说完嘛，一项专点让大家精炼一点啊，精炼一点。一项专点今天是大势至菩萨圣诞，一项专点呢念佛嘛，是吧？完、这个念佛嘛，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我们应该读一段圆通章啊，纪念这个大势。那就是说明这个念佛的重要啊！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呢？佛有无量啊，是吧？在楞严会上，啊，我让大家啊，格格说自己啊，入三摩地的这个。的经过，第二十三位是弥勒啊，第二十四位大势至菩萨，第二十五位是观世音菩萨，这是大势至菩萨发言啊。而这个大势至菩萨很特殊啊，他这个发言的时候啊，他是有五十二个菩萨一起发言，都同坐起，也就证明啊。用这个念佛法门成就的人多啊，所以当初是五个三菩萨，五十三个菩萨，皆依这个法门啊而成就啊。所以但是这个具体提出名字呢，是大势至菩萨。实际当时在这个法会上，用的是五个大菩萨，五十三个大菩萨，五十三个大菩萨，这也是值得我们着眼的地方。那么我简单它最主要，说念佛像什么呢？是吧？不说是这个佛母亲不想孩子，孩子也不想母亲，是吧？如果孩子想母亲，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时候呢，那么念佛啊，那么念佛就没有不成功的了啊啊啊！就是这个子如一母啊，子若想母亲，如母一直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话，这母子弟生就不相违背啊，他们就不分开了，就在一起了。那么众生的话，就是说这阿弥陀佛喜欢，所以不益我们啊。如果我们也益阿弥陀佛嘛，咱们就生在极乐世界，然后跟他在极乐世界老亲近啊，我们的本事啊，不相离分。也是多众生心，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是众生啊，不需要我们修正到某一种水平啊，
就是我们这个妄想心呢、啊、我们的生念心呢、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如果一佛念佛，一佛念佛就是 你心口如一的念佛啊，就是你口念心不念啊，是吧、啊、那这个就是念佛，就是一佛，一是心，一佛念佛就心中也是在念佛，口中也是在念佛，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是马上，当来就是以后，必定见佛，决定大师就不来对我们做了肯定，做了保证啊，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啊，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离开佛不是远，不远啊，所以十万亿佛徒必离我们不远啊啊，再有我的那相信我们自己就有佛性，我们自心就是佛心啊啊，那么这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心也代表极乐世界啊，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你不你只要念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就像儿子想母亲说一句跟着一句去念啊，你不需要再假借任何其他的方便，其他的法都不需要，就这么念去，自然就心开，自得心开这句话大家要知道，这个心开是开，就是开悟啊！啊，很多人都以为念佛只是往生啊，这个的往生之后才开悟。你如果到了理时啊，就开悟啊。所以是念和理念啊，到了理一定是开悟啊。而大势至佛他们还有52位啊，这他们都是代表他发言嘛，都是50几个人的这个集体发言呐 啊，自然都心开了，都心开了。说这又打个比喻，这像什么？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在这个染香的地方做工作的话，天天都是工作都是香料，你身上就是香味的，是吧？就身有香气啊，就是如此。你老念佛，完、啊、了你这个你的思想、你的心、你的身口意，那、啊、就是佛呀啊！这个叫香光庄严啊！我本因地念佛心，入无生人。大势至菩萨的成功在因地中，就是以念佛这个心入了无生法忍了，地上菩萨入法忍，地上菩萨到了八地，他真正证无生法忍啊！啊，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在这此界就咱们这个世界，干什么呢？就摄受念佛的人，所以我们有大势至菩萨摄受了，这是大势，这有大威力啊，势就威力，还摄受我们归于净土。再有，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大师说的做了一个，专门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开示啊，不要假其他方便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门呢、啊，它这个普被三根呢、啊、最稳当嘛，所以这个某一大师啊，在他的《弥陀要解》中说呀，于一切方便之中啊，方的我们粗浅的说，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利。你得有一个办法吧，主要这个办法是很便利的，你才能解决问题啊，是吧？在一切方便之中啊，求其至直接，最直接，直截了当的，至圆顿，至圆满，至顿的，啊，顿是快啊，那不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剑法呀、啊，顿法，刹那即成佛就是顿法，是他最圆最顿的啊，莫若念佛，没有啊。能够比得上念佛的了，求生净土啊，这两句话底下有多少句？以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直接、最圆的啊。啊，确实啊，你这俩这个又念佛又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很重要。你求生净土，你现生就不退转了啊，不是往生之后不退转了。今天真是切愿求生净土，今生你就不退。但是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切愿啊，不容易做到切愿。今天这个电视节目太好，今天念佛就不行，我先看电视再说吧。那你还是永远说佛吧，那个电视都是说佛的反应嘛。
我在这做妾院，那就是由于一切念佛法门，如念佛有四种念佛，念持名念佛是一种，观想念佛是一种，观相念佛是一种，实相念佛是一种。在十四种念佛之中，求其最简易、最简单、最容易、至稳、最稳当的，莫若信愿专持名号，或者莫若你有具足的信心、有深切的愿力，专持一句大摩大王阿弥陀佛名号，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金龟一向专念为宗啊？这都是这个解释嘛。我一大师从他这个提出来的啊。这个我一大师还说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啊。这个阿弥陀佛呢，我说他这个成佛以来这个经过啊，发愿是这么发这样的大愿，他五劫功夫才成就一个愿，愿成就之后以多劫的苦行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是万德庄严，万德具足。由于万德具足、万德圆满而成就了阿弥陀佛，所以这一句洪名是万德洪名，就是万德所成的，就好像我们一颗药丸子，说多种最好的维生素、多最有效的一些东西所成的，所以这颗药丸子就里头具有重要、重有种种的营养品，这不是一样吗？因为名号是万德所成的，万德所庄严。你这个药是多种的营养品所成，它是具足众营养品嘛，一样的事儿。这以名照德，你一念名，它这个德就都来了啊。他说这个是道是道座啊，还是团团打的比方，很有意思。他说是这个人，一种是被狗咬了，被狗咬了，一方面抹一点药啊，一旁用虎骨，老虎的骨头，把它烤热，烤热了，在这个咬的地方去搓，这样就可以治病。他说你这个虎骨不是常常容易得到的，不是经常有的，那没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一方面啊，就你就用你自个儿的手把它弄热一点。用手去擦患处，来擦，擦患处一边擦一边讲：“老虎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那这就说明什么？这个名叫这个老虎的名字起了实际老虎的作用啊！说这些故事是吧？他这个很生动啊！而且他自己这个道说自己做过，治过病。他说脚上这个是一直一下没走好啊，这个受了伤啊。用木瓜，咱们都知道木瓜是药，说木瓜可以治啊。他说你得不到木，他自己得不到木瓜嘛，他也是用手自己干摸，直接点木瓜，他就好了。这个是大德的无妄语，他过不去我们干的啊。所以这个心呢 和这个灵啊、种种啊、语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就是那个太机械的人，他就这些东西不能相信，我就想不通了。以明照德，那一切德无不尽呐。就所以说是不必再要观想、参就、参念佛是谁什么什么。当然你可以兼修，但是说不是必须的嘛，就这一样就可以解决问题。至于这个袁中超啊，袁中超他是这个弥陀要解啊，这个偶义啊，袁中超幽西大师啊，是印光大师，就是说这个弥陀经不解多种啊，但其中三种当中国家最殊胜的，就是莲池的弥陀苏超偶义的这个弥陀要解和幽西大师的袁中超。后来印光大师又称赞。他说这里头还是以这个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最殊胜啊，佛再写也不能超过啊。所以刚才我们以弥陀要解的话呀，那就是佛再说也就这么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个咱们净土大德印光法师解说的。袁中超说是这个阿弥陀经所开示的教育念佛，只要是有口长了个口能念的人啊。有心能念，你口也能称名，口也心里也能想到阿弥陀佛，是吧？都可以修。因此，
这个阿弥陀经所示的这个持名念佛法门，乃是至简至易的法门，至简单至容易的法门，对吧？啊，你要练的很多啊，这个其他的法门啊，这个是，而且往往在临终的时候，你平常是很好很摄心，在临终的时候，你已经很散乱，在种种痛苦之中，啊，在这个心也很烦乱之中，你还要能用，那叫是至简至易的方法才用得上啊。这个啊，这个游行安乐道啊，这个也是这个，他说啊，他说是我们无始以来的恶业啊，是从这个妄想所起。为什么造恶？因为有妄想妄心嘛，从妄心所生出来的。念佛功德是从真心起啊。啊，从这个本觉的智慧啊，啊，就知道这个二我们才产生多啊，要想要被尘合绝啊，来念佛呀，啊，是真心起啊，真心就如太阳，妄心就如黑暗啊，是吧？啊，这个真心的智慧一起，妄念就出了，就和太阳一出啊，重暗就消灭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在这个地方啊。那就是能够不但是啊这个破恶业啊，而且是破恶业之根呐、啊，破妄心呐 啊，能使你的这个恶业啊，这个无明啊，黑暗就是无明啊，无明可以消除啊，而自己的本来的功德、本来的佛性可以显现啊。这些再引一段，这段更好，大家可以很感觉兴趣，就释迦牟尼佛劝父亲啊，这个在这个《观音佛三昧经》。佛劝父亲念佛，啊，说这个佛没有不孝，啊，佛劝他父亲干什么？供他父亲念佛，他父亲也跟现在人一样，他父亲就说啊，说是你有好多好多好的法呀，说你真如实相啊，第一义工啊，啊，佛的一说佛的父王啊，在佛面前自称还是成弟子啊。啊，他不是说我爸爸怎么样是吧？他还是成为弟子了。说是这个佛呀，你的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工啊，为什么不叫弟子去修啊？啊，佛就告诉父王啊，说诸佛果德是无量的深妙境界，非是凡夫所能及的。你父王你还是凡夫啊，啊，这些境界不是凡夫所能行得到的啊。故劝父王心念佛三昧。所以佛所以才劝你心念佛三昧，所以佛劝父亲，当然是用最好的方法嘛，是吧？来报答父亲，就是如此啊，很明白。父王他要打算念，就问他说：“这念佛功德怎么样啊？”啊，他要打个比方啊，佛就告诉我啊，如一个这个林子啊，这个一共有四十里，建四十由旬，一个由旬是四十里，四个由旬呢就是600里啊，160里，160里建好了一个大林子。有一颗这个牛头粘檀啊，它是这个依然，您是个臭林子，有160里作为一边一个建方的那么个地方，但是长出一棵粘檀树了啊，它这个还没有完全出土，它的有根儿还没完全发芽，这个依然林就变了，整个依然林呢就它就。没不发这个味儿啊，不发这个味儿了，这个它就这个效果就小了。等到这个粘檀树长出来了啊，这个粘檀的香就很盛了，就把这个整个的林子变得都变成香了。四十里的臭树的臭的，不是四十啊，这个是四十。方四的方四的啊，这就是100多里这么大林子的臭林子，由于你这个树长出来之后，那这一个是你整个树林全被人香了啊，这一切众生啊在生死之中啊念佛之心也如此，所以你妄心啊是像这个臭林子这么大呀，你就念了一句佛号，比如这个湛檀树，只要这句佛号老现前了，你整个的这个心都变成是香的了，是我发这个啊。这个念呢，知识也就是要紧的，就是说，你
每一年都是功德不不可啊，都不可思议，不不这个功不长居案，所以我们支持这个大师之源宗昌嘛，要纪念相继啊，关键在相继，我们要尽量的绵密啊，尽量的绵密，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试念啊，那就时时处处啊，老能提出这一念啊。这个文殊般若经啊，就说是众生愚钝呢，观不能解，就是观佛啊，他做不到啊。但令念声相续，你只要叫他，他就有了菩提心了。你只要再叫什么念的声音，能再接得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相续。你不能做观，那个观呢、啊，观想这个佛的像啊，观想这是做观呐、啊。啊，你观想这个空观呐、啊、中观呐、啊、假观呐、啊，也是做观呐、啊。但是当然不能做观，不能做观，你说这个再容易过呀？你就念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声一声这声音接得上，啊，这不是什么过多的其他要求啊，自得往生，自得往生。这文殊是大智慧，还是般若经啊，对吧？所以这所以可见啊，有人说这个念佛是一个那个写这个是愚夫不可行。这文殊菩萨大智慧的文殊才教导我们这样的话，这是大智慧啊！肯定我只要能这么做是大智慧。再引一个，就是人念多少了啊？须知啊，这是无量寿起行论，这就是那彭二林居士啊，起出一个大居士。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啊！行者出发心时啊，会有定课。就具体到方法了，方法说宗啊，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途径，这是修行具体的情况。慧于你要有一个定课，这我再补充，定课不要定得太高，定得太高做不到的，老着急，老要补功课，定得绝对有把握的。那么你可以有机会的时候，你超额完成任务，我就高兴了，是吧？这样比较好啊，定课不要定太高，但是要有定课。定格还贵于是雷打不动啊，我这个坚持啊，尽量坚持啊，这个每天呢过一千声，过万声，过十万声，哎啊，这个明大师每日做108件功德的事情，还要啊，他写了东经录，写了这个万善同归，写了新佛录，很多著作，他每天还念过十万声。不过是他这个境界不是发出境界，就他不做这么多事还练怎么做不到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彭二林这个提的就比较啊切合实际啊，咱们众凡夫的他提的低一点，从千声起码是吧，就定课或千声或万声。这个偶一大师就他第一个数就是三万，你念佛或三万或五万，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看个人情况，现在大家都是很忙，我们在忙里偷闲，我们抓住一点时间。实际上阿弥陀佛发愿已是发愿了，至心信乐来之十念呢，无有不生啊，所以它不一定要多。多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真正是愿意去啊，所以你再肯更多念啊，所以你行动来证明你是愿啊，这也是我们考核。一点点小事情我们就念不下去了，那么还是看娑婆世界看得重啊，你能够把这个时间都挤出来念佛，那表示你对这个是否留恋了啊？那你自个儿可以知道吗？啊，那佛就自然念多啊，人念多嘛，你这个啊，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那减少发不就这个罪没有自没有这个机会发生，而且念佛上的一句那么大的功德，就万德都照来了啊。那么你看看这个出入多大呀、啊？他们自然就愿意念了啊。这个道若大师说称名就是这样的，但能专制啊，专心呐、啊，非常的专心呐、啊，相续不断的、啊，定生佛前，就是主持净土的主持，就我们保证了，决定生在佛前。你这样做就是功德人，有了功德了啊。所以经说啊，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修其心呐、啊，是吧？啊，这是功德人，那智慧怎么样呢？这初学的人没有破相。别怕，你不要管他啊！你这还是哎呀，我这还是念佛，我还有相有修有成，你不要管他。你但能一相专制，这就是我们最初生的这个知识。你就是有相不要紧，你就是但是只要专心去练啊，你无不往生，没有不往生的。
所以你不要求说是听了很多禅宗道理听什么，你说我这又是着相啊，又是脚踩两只船的啊，就这样就有时候二门俱破，不管啊，你就一项就一项，你这份的进去练啊，这个不惜一啊，所以就说你这老是持你一项专念的 啊，这就是我们书所出生出来的啊，这个九身之欠的。今天再说的一相是什么呢？就是向着一边，偏着一边，这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啊，这是一相啊。一相专业就是说大家嘛，就是说是啊，这个经常的啊，自己所着重的是吧？就是念佛了啊，专业上面都说明好了，那么这叫一相专业。一项专业呢，就不是要求你要一心不乱，而是只需要你这个着重了啊，时间上是能够是相续的啊，这个在思想上是重视的啊，偏重的。那么这一项专业呢，一个就是一切话语行都放下，直提这一句佛号叫一心专业，这是一种。再一种呢，这个念佛本来是五念嘛，这个念佛里头念佛念是一种，礼拜是一种，是吧？礼拜发愿回向是吧？这些都属于佛，都属于念佛门嘛，是吧？这个。但是我们念佛的人呢，也都是这样嘛，我们念佛都不排除这些嘛，所以就是啊，没有不磕头的，没有不上供的，没有不发愿的，没有不回向的。所以我们就是在修持之中，所谓一向专念者，不是把别的都排除，只是需要你这个主修和这个副修很分明，就是重点突出啊。我们以这个持名为主了，这个突出了，而其余都可以有，那它是助修啊，主啊和助啊，只要分清主次啊，这个其余兼修都是可以的。所以因此呢，就是先念点心经啊、金刚经啊、持点咒啊，也不违背于一项专念，就这一项专念的这个含义啊，也就可以把它推广一点。那么这个无量寿起信论就可以更广一点，而这个之说呢，更适合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就要修菩萨之行啊。啊，在师徒世间呢，我们可以有好多事情可做，善事啊，立生的事情啊。我们每一件善事，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呢，是吧？啊，我们都是以身心、至诚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样，你不是有好多时间在做世间的事情吗？啊，你还一部分时间在修吗？那么这也叫一项专念。那么这个提法呢，就和我们当前的大家这个情形啊，非常切合啊。大家各有自己的专业，各有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呢是还有家庭的事情啊，都要做啊。那么只要你把你所做的善呢、啊，一切啊，你回向到极乐世界、啊，等你有时间呢，你就叫一心念佛，这都属于一项专业。再说呢，这个有的大德啊，就说你这个念佛啊，你就不要不许参禅呐、啊，你这个念佛啊，你就不许持咒啊等等。实际上修显教的人呢、啊，也没有不持咒的啊！我念佛的人，你说这往生咒也不念啊，准提咒啊、大悲咒啊，总是念一点吧。这和尚真要是一个严格的和尚，他大义有大义的咒，打佛打持佛有持佛的咒，他一切都有咒啊！你们看看那个沙弥日颂啊，那都是咒。他要是真正修持的话，他整个各种行动中，他都走路的走路的咒，住口的住口的咒啊，所以没有就绝对的。自律的啊，这也没有啊，所以这个所以是一些咒。这藕益大师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啊，做弥陀要解啊，他就是闭关的专念往生咒啊。他的闭关的偈子说的：“我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心，然背向他的然的然背念佛，结一七净坛，结个净坛一七，专持往生咒，唯除十睡时。”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完全念咒啊，以此功德力求觉生安乐。所以就是说啊，我们这重点突出啊，就兼修啊，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
那么偶遇大师对于这个参禅的人呢，他就指出说，你参禅的人，你要是禅啊禅是禅境兼修，不是要放弃你的参禅，你只是把你参禅的功德回向净土，都可以往生啊。所以这样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实行之中呢，这个我们所设啊，还是比较广的。好，最后再说一件事情，我就结束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是无量寿经功德持名的功德，举个实例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嘛，我就从南方回到北京啊，见过夏老师，请夏老师在我家里讲经吧。就来听经的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陆军中将，他是一直跟着阎锡山的啊，陆军中将。他听经之后啊，后来在闭关的时候啊，他就寸步流涕。后来他女儿在台湾结婚，他来做主婚人。一直这时候呢，大陆就解放了，回不来就出家了。在做和尚之后，在小外当方丈。那么他要讲经啊，他别的经他讲不了啊，他是一直无量寿经一直在我家听呢，就讲无量寿经。这个一天呢，他这个当和尚并不久啊。一天呢，他就是这个庙里供养工程修大殿，修大殿呢，那么这个他的弟子吧，就招呼他嘛，那他也得70多岁了，他看着工程，忽然看见师傅忽然间怎么一会变化，他一回头就往方丈走，这个徒弟很惊讶，你这看着工程呢，正在看呢，这是怎么修建的，忽然间怎么一回头往方向走，后来跟着追，师傅，你怎么在往回走呢？不要往生，这个徒弟说他要往生，好好一个人啊，这健步如飞，他要往生，他只好赶紧紧跟。紧跟着这个时候，我走到对面来个和尚，他来师弟，进来师傅，他刚才我还在看着那个洞空，他说要往生，他说我跟着去，你一定要做准备，你要是如果师傅真往生了，你要集中敲鼓啊，来助念。那么这个两个人这个对话，你看这几句话就。啊，就是放下这人，他就两个人就交谈这几句，他紧紧跟追师傅，追到方丈师傅坐在那儿，你端坐往生了，走了。啊，这就是这个当时在台湾很轰动啊，就这种他就是讲这个经念佛啊，一个军人出身，这个业力还是很重的了，是吧？啊，做还是一个很高的军官呢、啊，这一定啊。有不少业力，但是他晚年呢，他回心呢，他的忏悔，他痛哭，这个是个因。啊，当他出家之后，他又把这个经文念，所以很快啊，他说出发可能我要往生、嗯，而且时间就这么快，我要往生，当下就往生了。他就只是耽搁这么一点时间，他在后头跟着走，他年轻人背着老头啊，他师兄啊，他说他要往生，他说乖乖。我去追师傅，我看看他行得怎么样，你准备敲钟急送。那就一分钟不要。那等他赶到师傅坐那已经走了，自如了 啊。所以就说证明出这个事实上啊，咱们刚才讲了一些道理，这个事实上也证明出殊胜。那么我也再把弥陀要要解说，因为他有许多他的文章，维大师的文章，就现成的两句话。啊，正好就做一副对联，而把这个净土宗道理说得很清楚，就是从事迟达理迟。我们这个念佛是从这个事迟迟是迟名啊，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叫事上念佛，事迟。你从这个事迟之中，你不知不觉的达到了迟了。理念呢，就是实相念佛呀，那是这个是很菩萨的境界啊，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它是暗合道妙，你不知不觉念着念着，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说只是黄念祖在念佛，也就是什么真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这个时候，他就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不断的，这生心呢、啊，心还在生啊，是吧？这无住生心是地上菩萨的境界啊。但是什么呢？能念佛的人，你不知不觉从你一个事迟，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就达到理迟的境界。从事迟达理迟，所以这叫暗合道妙啊。
懂一个人懂得，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要求破相，就这么念，你不知不觉就和这个道妙相合，巧入无声，其他就是正巧入。所以上一句无事之法理之，下手处和他的这个方便都包括进去。再一句呢，就集凡心成佛心，就你这个凡心当下就成佛的心。观音是心是佛，这个心本来是佛。现在我们在念佛，就是心做佛啊，做佛这个心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的心在做佛，那不就当下就即佛了？当下即佛嘛，你本来这个凡心不是当下成了佛心吗？啊，这是某一大师的话，而正好可以成就做一个对联：从事时发理时养时的。那下面呢，就即凡心成佛心啊。今天我们是说啊，这个时间可能还能已经占不少了啊，今天只是一个报告啊，占用大家很宝贵的时间，很多人啊也向大家道歉啊，这个不恰当的地方请大家指教啊，这个相会很不容易，今天一个多份的日子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姻缘啊。那么姻缘呢、啊，往往是因小果大，这种善缘呢，就越来越扩大啊，我看了。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姻缘吧，啊，不断扩大啊，这个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候啊，大家呢弘扬啊，弘扬无量寿佛，弘扬净土啊，广度一切众生啊，我就啊说到这里了啊，谢谢。我们今天还有，因为今天开始的比较晚一点，我们还有20分到30分钟时间给大家问题。不管是今天师父讲的无量寿经，或者平常大家在学佛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尽量提出来。这时间很宝贵。念也是念佛几千声几万声啊，可是有时候速度有快有慢，那到底应该以时间，如果说像我们要定功课的话，应该以时间为准，还是声，就是几声为准？因为有时候我们念的比较慢一点的话，像我算了一下，我就念100声要6分钟，那如果说是一万声要10个钟呢？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不是把它定少一点？还是说以时间为准？还是我们要加点我的速度？你这个先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应该定多少？一个问题呢，究竟是我是要拿嘛拿那样念佛都记住，还是看时间就放啊？这可能是两个问题。你定这个计划，你可以要用时间，从时间敲啊，到底这个练练多少多少时间？因此，我能不能有多少时间，我们把这个练多少个数字能决定。你时间也一样，练2个小时，你也是这定要经过一次实践啊。我这2个小时折合为20000。那也可以是吧，那这是就是你这个你使用的单位问题了是吧，但是你总是在你可能范围之内，就是定的不要太过啊，就是你决定可以有把握的。哎，刚才说你争取超了完成，今天有时间我超了，我在那定今天我练得很高兴，我多练一点吧，还有今天这时间特别空一点，我多练一点就超了，这个分老有的常不容易啊，今天有前点没完成，我明天要补啊，完全不到，今天又债上加债，还有欠大家一把，真正欠的债不一定要，反正你就是我，你从今天起我好好的啊，不一定要。至于到底是我，就你拿佛珠啊，还是地这个就看时间的，这个能拿佛珠的情况之下，拿佛珠，这个拿佛珠有功德自己啊，念珠有点念珠功德净的。啊，拿着念珠念的时候，你的念珠功德加倍了啊，这样。还有啊，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啊，你老有一个佛珠在手里啊，我就是还是用这个最起码的法子啊。你要想佛不离口，你老有的时候，你先做到珠不离手。我当然现在大家在美国这是不能做到，那么这是在可能范围之内。一个是他有功德，一个是他会有脾气，啊，你这个就是这个别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就是猪在手里，他就会去放，哎呀，念，就是自然就会念，啊，念就有功德，猪不离手，所以某一大师说，就是拿着佛珠定了数，啊，老老实实一天有定可能去念，而这个数目呢，
是这个乃至自己所力之所及的范围，一上来不一定求多啊，而是我很专心的听念，慢慢的增加啊。我想他 ，OK， 我的问题跟他的一样，我想他的问题有点是说，比如说一个钟头念一千声符号。比如说我们一个钟头我们念六百声符号，通常都是很慢，阿弥陀佛阿弥，比较很慢的，那应该说在一个钟头以内时间是一定的，应该是用慢的速度还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这个速度上面有没有关系？因为速度越快次数越多，我是想说这个速度是这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速度啊，我们要有一个适当的速度，就是既不过快也不过慢，过开就讲强人哇哇的赶任务，这变得不行。你阿弥陀太慢了。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就给这个妄想留机会啊，就是这个都是你这个东西，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自己去掌握这个速度，我很合适。再有一种呢，他的话还有一种要注意的。那我现在就是念，看前，等你念熟了之后啊。你这三千遍本来要四十分钟，你后头就可以练只要二十分钟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就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数目，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我们现在试试吧。我们不是完成任务，我们就说我们是要修持嘛啊。所以当你快了之后啊，这个那就尽量增加一点，不要过快啊。所以有的就是定一个数，反正今天呢，我到时候啊，我就把这数赶完呢，就还债一样。反正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吧？这等于就是这个啊，还今天不完，念不完，我明天要补，就欠了债了。这总之是灵活，我们以怎么念得好啊，我就觉得我很诚恳啊，这样的这么规定。啊，时间和数两个都可以照顾。那你练的快的时候，时间短了，我就加一点数，或者我放慢一点，这都可以啊，这可以，这都可以调整时间线。师傅，关于刚才开始的时候，师傅曾经讲过，关于这个发菩提心，非发菩提心不可。这一段当然是我个人的理解，也许是错的，已经正好进入大部分的前面。这个往生的过程明证，举例来讲，当然这一点能够发发大菩提心，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是上品上层的一种至高的一个境界。至于只有能够练到能够达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管上层中层下层，不管哪一品来讲，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自然会得到上层。这个关于这一点来讲，因为曾经上次净空和法师来的时候，曾经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讲，就是谭虚法师曾经见过好多例子，很多这个根本就对于见虑不齐的人，他只要一发了一个心之后决定，他马上会有效果啊。所以这个跟师父后期讲的只要念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这个万德洪灵的这个里头，自自然然的就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四十大愿的这个为体，你只要能够往生发愿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跟阿弥陀佛的心念一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的呢就有菩提心了，已经发了菩提心，有万德具备。所以如果在有些人，因为本来我不打算提出这一点在这个法会上头，因为法会上头有些因为这个上中下品，上智慧下智慧，普通初入门的人都有，往往听了这句话之后，或者觉得自己不够格，就算念阿弥陀佛都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也许对于这个初发菩提心之人，这种初初进入佛门之人呢，也许有内疏之心啊。所以我提出这一点的意思，就有些引证，有些和尚甚至于有些和尚是见欲不齐，什么坏事干破了，到最后时候发愿啊，怕自己恐怕自己会入地狱了，就发起心就念三天三夜就往生了。
很多人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就光是持咒，就说预先知道时刻会往生，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所以这一点来讲，对于自己能够要求高，对自己每一个人本着个人的环境、个人的条件，要发出自己的一种功课也好，这个练的方法也好，练的时间也好，甚至于能够做到很散漫的一种念法。所谓散漫的念法，并不是说不定功课，这个功课是活的，比现代人有时候晚上睡得晚。对不起，我打个岔，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浓缩起来？对，就把你的问题浓缩起来，就是浓缩起来，就是说，对对，就是直接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啊、然后看，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就是对，我说就是对于这个啊、菩提心这个方面的，能够发的最好能够发，不是说非发菩提心不可，否则不能往生。这一点来讲，只要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自然在其中，这是万德洪名。你这有跟师父后我讲的哪个话？你的话已经把你自己的打搅打死了啊！我菩提心自然在其中，不就是发了菩提心吗？是的吧，是完了吗？没有话。关于这个做功课，这个功课来讲，不要那么严。对，那个沈家居士就是这样讲，他讲我们呢念了几遍，他都等于银行存款的，所以存在那里。他讲你不一定今天要一定多少遍多少遍，他也不一定要拿念珠，但念着念着我们数了还有时间什么加起来，你就是念，你有时间就念，你多下时间念，你就活着的存，你就存在那里，就是你的功德就存在那里。他这可以，就是说是，不过就是说是这个比较之中呢。你这个自己的要求一个数字呢，你就有一个要求了。我这一天呢，我要满足这个要求。另外一种呢，我随缘就念哪呢，不要有这个要求，反正念了就算。那都是每念一句无不变功德，那你不一定计数也够了。我们有一双开车，我们没有什么，心里也在念，都可以。或者我们有什么事，大家你那个不计数的照样有功德，对，一样。假如我们一定要做的时间，就会潜在样的，我反正快快快快快念掉了就好了。我们也是这样，有这样想。我还差几遍没有念，我再还有分钟吗？我一念一念，我觉得他是随意念，只要我们要这样念。是不是太有问题？刚才你说一个人如果要是临善行哈，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是个善行也算是罗也不行的。这是发愿心的话，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要求。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发，如果不知道的人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善行也不算善行啊？那现在就说这个善还是善。这个善呢，你所得的呢，真是人间福报啊！你对于这个解脱生死啊，有什么关系？你得了福之后，往往这个古人说啊，你这个你修持不彻底，积三世冤啊！怎么积三世冤呢？甚至修得很好，来世要受福报，有福报你就有大富大贵，是吧？大富大贵你就很难做出来。不给你了，不给你了。大富大贵叫造业，造业第三世就比那个五逆十恶就是差一山。你说的大说得到的人天福报为什么会造业？这就是大富大贵啊！你大富大贵之后，这个富贵的人呢、啊，他的享受啊，他的享受啊，他这个行动啊，这个容易造业，不是必定造业，其实很容易的机会啊，这个他就要比那个穷人。他就能浪费呀、他就不能那么做了，是吧？他就不是做坏事，他就往往做不成了。你有钱的人，你可以买动人呢、你可以让替人当买人去杀害杀谁呀、你这个好办呢、做好多坏事啊，你可以这个玩弄妇女啊，等等的，是吧？做好多好多坏事，但是没有钱的人，他就做不成。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第三世缘，所以从这个缘一点看。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结业其实是后代，并不是前，不是当时行善的人吗？他就说从彻底来看，这样的一个因和结这个果，这个不究竟啊，还是免不了造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是像一般说，就是求来生得福啊，
啊，来生得到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这样，这他的这个眼光所看的，是一个觉了，是一个成佛的果了，就广度众生成佛的这么一个事业。那么你这个真是行善啊，而不发菩提心，这个也做不了事情。而说你自己本人来说，就说第三世很危险啊，第三世很危险，来生一向佛，就迷了本性了啊，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啊，这个造好多很多罪业。但如果你不知道发菩提心，但是你做好事，是你的暗合不是心发。跟暗合是一样的，刚才跟禅定一样。跟暗合不一定说是你必须啊，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我说你就自然和暗合乎道，那都是转过来都是。你不一定说我这次行动，我合乎经中哪句话，你自然和经相合了，那就是合了，不是合就是对。但是还是善行一样吧，那自然相合了。也不会是魔缘了啊。啊，那不，那很关键，很殊胜嘛。那个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合乎菩提心。啊，再有菩提心的解释呢，往往解释的很深，实际就是信愿，想到的太远，就是信愿，你深信切愿，因为这是咱们这个信这个这一句佛，这是一个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你没有大智慧不能信，对，所以你现在能信就代表你有了智慧，啊，你发愿，发愿这个是有行动在里头的，啊，愿的。你既然愿去极乐世界，那么你自然对于世间这一切这个享受，这一切的名誉地位，一切人家所别人所贪的东西，你就把它你可以丢开了。你这样的话，你才是对于这个世界不留恋，而一心是想去极乐世界，你就有很大的愿力。之后还不是也代表你这个里头啊，这个大智，所以这个智慧啊、慈悲啊，也都在里头了。这个往生与否啊，某一大师的话啊，大家如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是转述啊，反正印光大师嘛，说某一大师的话嘛，释迦牟尼佛再解也不能超过。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你能否往生，全看你有没有信愿呢？啊，他底下说啊，说你要没有信愿，你念佛念到是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铜墙铁壁，也照旧不能。这大家看弥陀要解啊啊，这个所以这个信愿是重要，菩提心是重要啊。你这个品位高低是来由念佛的深浅，你到了上品生还是下品生，这决定了你念佛的这个程度啊。这是鉴于某一大师性别啊，这位先生他可能是不同意。你看看写某一大师的这个要别，你不同意，你写一篇文章，啊，你这发表你的论文啊，我是背书，我是背书，不是。还没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向师父问讯。谢谢师父给我们开示。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时间啊！希望这个咱们这个啊，都是将来在这个极乐世界啊啊，在共同啊，在共同休息。我们9月26号礼拜六，我们有个法会，所以希望至于时间地点，我们会跟大家再联络。所以如果您在佛教会的会名单上面没有留下通信住址的话，请留下来。就是跟啊什么人讲这个事？我们请华师傅。对，就是9月6时间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不是地点还没有确定，时间在确定。这个殊胜的日子也就殊胜的经典，殊胜的经典。卖钱了，得什么福？什么得什么平安？得什么吉祥？我就是愿意。我这还行。啊，我以为你又回来，你又回来了，没有那个十点不到来的。谢谢。